你和我出笼，我要你在京南所有的产业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让我看见小小。爸，他这么快就答应了，绝对是有诈。雷锋，我们已经被你整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千万别再耍任何花样。如果你敢报警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想法，那我们就破罐子破摔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你别忘了。 小小可还在我们手上，你放心，只要小小跟我平安回家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他本人你是见不着了，不过视频倒是可以给你看看。看到没？好着呢。等你把你所有的产业都转移给我们，小小，别闹，别想。 吴家人能这么被骗，别他妈跟我提家人，你把我们当过家人吗？我们都是要饭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们自作自受。行了，都别废话了，林峰，这是在我们吴家，小小还在我们手上，无法不的份儿嘛。小辉，把产业转移书拿来，林先生签字，签我要，现在就给小小给弄死。林先生，我劝你。 赶紧把字签了。哟，你们这是有高人指点的。这么专业的产业转移书，是你们警备公司的？方便透露一下，是哪个高人指点？说谁废物呢？你他妈的再说一遍！你们这种行为不是废物行为，你信不信？钱我不要，现在就去把小小给弄死。好了，现在不是拌嘴的时候，林先生。 我劝你赶紧把字签了，这样你就可以把小小带走了。行，我签。让我再确认一下，这下行了吧？哎呦，爸，这下林峰在京南的产业可都是我们的。现在可以让你把小小带。 咱把小小带走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你喝，你死，你不喝，小小死。想要带走小小，你必须再答应我一件事。你刚才说我签的字只能带回去，那不说话怎么放屁呀？小子，你觉得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吗？你还想怎么？ 我告诉你，产业转移书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你不忍耐又能怎么样？你答应了我这件小事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可以马上把小小带走。很简单，你把这瓶药水喝了，你马上就能见到小小。相反，如果你不喝，我现在去救不了小小，反正。 你转移出一半的走开，这个就是能要我命的水。方放心，要不要你命，我们只是想看看你能为小小做点什么。我要是没猜错，你们就是用这种把我兄弟老母给害死。 你现在说这屁话还有什么用啊？你就说你喝不喝吧。试毒药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你喝，你死；你不喝，小小死。只要你喝了，我保证。3、2、1，我说林家凶狠毒辣，没想到吴家。 比林家还要狠10倍、100倍，那是被你逼的。自从你出狱以来，你看我吴家一落千丈，这他妈都是你害的。现在该你说话了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你就说你喝不喝吧，不想跟你再浪费时间了。我喝，你是小小的爸，我问你，我喝了之后。 你就说你喝不喝吧，只要你喝了，我保证小小没事。好。
哟，这小子还真喝了，没想到他对小九还是一往情深的，连命都搭进去了。现在可以放他下场。三、二、一，到。哈哈哈！对，这林峰要是不死，岂有心如去恨？这林峰怎么处置啊？